深夜23点，楼下的炸串真好吃。我特别爱吃五花，曾经我的 QQ 网名叫五花肉盆。Hello， 这里是辣辣鱼。再来个肉肠吧。青春熟路来记炸串。韭菜。今天有金针菇吗？再给我炒个饭吧。哎，老板，你那个二荆条是炸的吗？是，那是炒饭用的。那帮我加个吧。加辣五。再帮我加一根吧。有点小了。别吃。呀呀呀！他叫什么名字呀？谁？是我们成年人的那个谁。点了腊肠加肥肠的炒饭，还加了三根二荆条。再等一下我们的炸串儿吧。没有分的。这一份面多少钱啊？他这份是七次的。快也好了。先来一口。还有各种淀粉肠。我是前几天成都下大暴雨。然后我回到家差不多都12点了，然后诶看到这边有个摊摊。一吃真的还可以，你们家的楼下有什么好吃的说出来。我发现老板刚吃下摊就来了4-5个客人，生意还不错。炸鸡排，嗯，外面好脆啊。这个是一长串的五花，我特别爱吃五花，曾经我的 QQ 网名叫五花肉盆栽。现在还有夜跑的朋友呢。猪皮儿，老板的第一位顾客就是有着咸鱼的小哥哥，他点了70多块钱的炸串，一根素的都没有，对自己还挺好的。可惜今天没有吃到我最爱的金针菇，因为爱吃肥肠，所以拿了2串，所以炒饭里面还加了肥肠。它里边是有肠油的这一种，我比较喜欢。这一碗饭28块钱，豪华 plus 版。本来想让老板加菜的，没加成，搞了生菜。肥肠。你们知道我要做什么了吧？做个东北大饭包。饭包新人狂喜，把会吃打在公屏上。虽然直接吃蛋炒饭也挺好吃的，但是包起来会觉得格外的香。你遇上了全家送货，可以去看一看。你们帮我相机看着，我去旁边的全家看一眼。去年是桃子，今年是芒果，9.9块。哇，一个芒果，芒果味的牛奶雪糕，感觉没有太多的惊喜。当你的鼻子
被蚊子亲吻过，你就拥有了一个草莓鼻。他亲吻了你的苹果肌，你就拥有了腮红。今晚的吃我们的炒饭就吃到这里，喜欢的话别忘了点赞、评论和收藏哦。70块钱一碗炒饭28，那炸出来好多钱嘞。